喂，听到我讲话吗？听得到，就我一声啊。听到了啊！哇哦，还没有到八点，这是我今天给你们另外一个惊喜。八点之前先到了，难得有一次空降是比较早的。大家猜猜我现在在干什么？我现在走在一个比较少人的街道，正在做饭后运动散步。对，我心情特别的好啊。对，我戴着口罩呢，你们听我声音可能会有点闷啊。对，我猜你们应该都是刚好吃完饭。为什么会挑八点呢？就是觉得大家得吃完饭来好好聊，因为早上十点开始就已经能看到我的 MV 了，对吧？看了一天了啊，吃完饭最开心的时候再来聊天，那多好呀，简直是享受人生巅峰。看到我的 MV 有没有什么惊喜呢？我之前说所有埋的梗啊，也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有，反正我看到评论很多人是其实已经看到，甚至还有一些看得更仔细啊，我挺喜欢这样子的啊，这样我做的这件事情它会变得更有意义。就像我之前说的，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有新的诠释，对，你们以什么样的心情听的，它就是一个新的诠释。很吵吗？不吵吧，我讲这么大声，我把那个音乐的音量关小一点吧，我设置一下音量控制。对，我视频音量关小一点，麦克。喂，听得到吗？但是我不行，这个音量这样可以吧，杂音太大了。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我找个安静点的地方。现在能听到吧？好吧，我更吵啊。嗯，等一下哈，我来。哦，这样好一点，这样能听到吧？我的声音绝对没有问题，对吧？我去找个没有什么人的地方。没事，是小雨，我戴了一个很大的帽子，所以还好，没有什么雨，就是那种小毛毛雨，我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下雨的。但是我现在想赶紧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可以跟你们聊天的。我已经吃过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就是我 MV 里，哎，今天 MV 怎么样？大家好像对造型都挺关注的啊，对我的衣服都挺关注的啊。当时我的那个几个服装老师、造型团队，他们看到我看到这个衣服之后呢，其实有很多套可以试的，然后设计了很多套，然后最后试完之后，我感觉他们非常的懂你们。他说：“你相信我，这个绝对是你们音符会喜欢的。”我说：“啊，这样子吗？”所以有时候他们可能比我还要更懂你们，所以我这一次也特别感谢造型，因为他这首歌、这三首歌都是我是以歌的方式去出发，然后觉得跟我的整首 MV 跟整首歌的调性是特别搭的，然后最后搭出来，我发现你们也很喜欢这套音符，我就觉得够了，很酷。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造型啊，
啊，因为我戴着耳机，我没办法感受我身边的环境到底怎么样啊。我的耳机还是比较高级的，那我就瞎晃悠了。你们要是听不到再告诉我，好吧？造型啊，除了造型呢？你们在 MV 里面关注到的点还有什么？我特别好奇。我瘦了好多吗？没有，在拍摄 MV 前两天，我确实有就是强制自己稍微控制了一下饮食，因为我觉得这毕竟是我人生的第一支个人的 MV， 所以我还是想着说要稍微好看一点，不要让我以后年纪大一点了，然后那个时候没有控制体重，没有控制的这么好的时候，看一下就哎，对吧？啊，我曾经也瘦过，是这样子的，呵呵，给自己留一个念想。啊，也有人看到了说哈，看到这个 MV 就是看到了燃烧的经费，啊，谢谢你们的理解，呵呵，太不容易了。对，就希望还是先不说经不经费的问题吧，还是希望成品出来能够让你们感受到诚意，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，然后你们也能喜欢这样的作品。这个是，对，就是说实话，我一开始的期待还没有那么高的，但等我的音源一发出去的时候，发现你们的呼声太高了，所以其实在你们呼完之后，我们最后在 MV 上我还是就刚发完之后还是有改掉一点点，对，改掉一点细节，还是检查出来一些可以更好的细节，然后又改了一次，对。MV 是在北京拍的，没有错。啊，至于解析 MV 这件事情呢，其实我是不太想的，因为其实我有很多版本已经讲在了微博上，还有各大平台上，我有多多少少的都有去解析过它。但是我觉得歌曲之前，我记得有一个，我看到一个评论，就是我唱一首情歌，然后他看到一个评论，他说，所以这首歌到底是开心的歌还是难过的歌？我记得我当时给他回的好像是，你以什么样的心情听到了，那它就是什么样的歌。所以对歌来说呢，我觉得当下很多人心情其实是不一样的，然后有可能听到我的歌有很多能量的，也有人听到我的歌是那种都不知道，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，所以我想以你们自己最原本的第一想法或者第一感受出发，如果你有感受那就是最好的，说明我这首歌还是有打动你的。对，对，我也听说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哭了，是吧？对，当我所有成品弄出来的时候，那一下我在拍 MV 的那个时候，我在 MV 拍摄现场确实我也哭了，因为也听，毕竟是我自己写的，所以很多故事跟我自己本身还是有一定关联的，所以当时也是确实没忍住。哇，当时那个干冰一打，哎呦，我整个人眼泪都不行了。我跳舞的时候，我全身鸡皮疙瘩都在起。就我没有，我真的，我确实真实的没有想过，能够这么快的时间内能够做出一首还不错的歌，然后也可以拍摄一个这么好的 MV， 确实没有想到，我确实没有想到，从刚开始写的时候也没有说打算要一下子就这样子做，只想一步一步来，但是后面就是做着做着，就是这个作品的要求就越来越高，然后对自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然后团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就所以就造就了这首歌，所以我也特别得感谢那些老师跟我的团队，确实大家在不断的要求里面才是出来点好的作品啊。然后我也听说了哈，很多人觉得这首歌有点难唱，是吧？
但是当时我说没关系，我的粉丝很多都是女生，应该都可以唱，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，其实我原本写的时候更难，对，但是我觉得太有点太就是我还是以好听为主了，还是得以好听为主。那才个课，好呀好呀，下次有直播的话，我想一下，我教一下你们唱这首歌好吗？对，这首歌确实有一点点难度，它不是那种普通的说按正常的来，对，它突然一下子就起来那么高的调，不好唱，不好唱，确实不好唱，我自己也觉得不太好唱，所以我唱现场还是有压力的，边唱边唱。对，这首歌录的时候还是熬了挺久的，因为觉得这首歌它除了唱之外，它的这种要唱出那种很，它其实是一首快歌，偏中快的，但是你要唱出一种很大很磅礴的那种感觉，应该是梦境嘛，你唱太小其实就没有那种感觉，所以当时对我唱歌还是练了一下唱功，确实要求有点高，所以当时刚开始唱的时候还有点不适应，然后一直在跟老师录音老师一直磨，对，磨了很久，然后唱出这种感觉才也是找了很久才在录音房找出这种感觉。好呀好呀好，真的要跟我合唱是吧，到时候我录个合唱吧啊，然后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合唱好不好。现在我在外面啊，你们听到声音会很杂，你们能听得清楚我讲什么吧，别我一个人那里巴拉逼掉，别人路人看着我都挺奇怪的，确实挺奇怪的啊，听得清就好，对，因为我还是觉得今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，放松一下。哇，我的心口大石终于落下了。31号，我的2021年8月31号，我的第一首个人 MV 落幕了。虽然可能过一段时间，或者过更长的时间，这首歌可能就又停留在大家的记忆里了，但没有关系。梦还是会继续的，希望我们之后能我之后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作品，让大家期待。这个是我比较，我现在先让我放松几天，然后我再来把之后的作品整好。对啊，然后也有很多啊，我刚刚提到了，其实私房歌单，对。我一直是在讲说私房歌单这件事情，一开始确实只是觉得刚出来，我觉得还是得有点，就可能我的歌还没出来之前，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录一些歌，录一些啊，分享一些我喜欢的歌，然后大家能看到我的私房歌单，其实都是比较。就是热的歌，都是属于热歌一派的。然后呢，为什么会唱这些歌呢？第一是，它能成为这么热的歌，肯定有它的理由。我也在寻找这个原因啊，也在寻找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写出这样的歌啊。然后呢，另一方面我也是想着说啊，能够给你们多录一点歌听一下。所以因为以前其实我录歌还录的蛮少的，对。然后现在有这个机会了，所以就录着录着录着，它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，我就觉得每周都必须给你们录一首。然后今天8月31号，其实是周二啊，刚刚我说我提前来2分钟，是你们今天的第一个惊喜。第二个惊喜是今天私房歌单照常我还是会发啊，发另外一首歌，那首歌呢叫
叫记忆停留。对，我希望为什么发叫记忆停留呢？是因为8月31号才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周啊，也是因为我想多给你们个周啊，希望8月31号记忆停留，大家对8月31号可以印象深刻一点，希望我们的记忆可以停留在这一刻，然后记住我的梦到 MV88 的这一天。对，我也想给自己一个纪念。对，啊对，然后今天为什么周还要再发多一首呢？是因为我知道很多音符要开学了，啊，9月1号马上要开学了，8月31号晚上，我希望还能听到我的，先听到我的最后一首歌，然后再去开开心心上学。对，对，本来我在犹豫要不要发，那我想说，既然录了，那我就发吧，大不了后面我再去补录一首。我希望每周我能坚持做这件事情啊，这也是想要给你们的一些持续性的能够听到我的作品的东西。那当然，这对我来本来对我本身来说也是一种历练。我想要通过唱各种不同风格的歌，可以让我对于歌的理解、词的理解就可以更加深刻一点啊。还有，我看到了一个评论说别花太多钱啊，我尽量，反正能赚啊也能花，就别亏就好。对，能保证基本生活就行，没那么大要求。对对，我能保证我也能养得起我团队就行。太不容易了，大家真的太不容易了。确实太不容易啊！对，我有时候碰到自己的啊，自己的，比如说第一支 MV 确实有点上头啊，都看到了血的啊，不是，都看到了钱的味道。我当时看到了一个粉丝评论，看到了钱的味道，确实，我当时看到的评论确实想笑。然后也有很多人在问见面会什么时候啊？啊，现在见面会的情况呢，我也可以给大家透露一点，就日期其实是没有准确定下来的，因为你要涉及到很多东西，疫情的原因，然后那个就是城市能不能通过啊，我们这个见面会什么的，因为毕竟会有聚集性的，可能几百号人要在一起，我觉得还是大家以安全为主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们是一定会第一时间考虑把见面会办下去的。对，然后这个见面会一定会办，只是说时间确实没有办法一下子确定下来。对，那我也想新歌出来了，对吧，能多一点现场让你们看到我这首歌的表演，舞台表演。对，主要想见我的，想见我，会有机会的，是吧？我直播线上啊，线下，现在确实大家线下确实都有点难，线上能见得多一点。没事，之后有线下，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。好想见我，你们都是每周都见得到我，基本上，对吧？不管是线上还是说直播还是唱歌，应该我一个月，我每个星期发的物料也不少啊，不至于吧？大家这么想我的吗？想跟我一起过中秋啊？去打卡 MV 拍摄地啊，那个 MV 拍摄地确实有点偏远啊。我大家如果真的是想去看一下的话，我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早上
中午下午好吧，下午4-5点之前就必须离开那个地方好吧，因为那边还是比较偏的，晚上还是比较危险的。站长说实话那个区叫什么我都忘了，反正是一个比较偏的区，你们找吧，这样有惊喜感是吧，我直接说出来都没意思。中秋直播，中秋直不直播我不知道，中秋应该我听说应该是还是有机会的，有机会可以见到看到舞台，还是见到我，还是直播，我不知道什么样的形式，但9月20号一定是可能会有惊喜。对，中秋应该要跟家人好好过，想和我过中秋。喜欢小饭桌是吧，啊，小饭桌可以啊，小饭桌看看之后我看我能请到谁吧，对吧，我在家里或者说我们一起工作，我们就可以做做小饭桌，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，我看你们也挺喜欢这样的模式的，那以后我就一个人小饭桌还是看看能不能有第二场啊，我尽量自己吃吗，自己吃播用做几波，这个梗还没过去，不好意思卡成 PPT 了是吧，没事，下次不会了。哇，今天有人生日对吧？生日快乐！8月31号是我一定会记住的，因为8月31号确实是一天，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义的日子。flag 是用来打破的。好的。搬家 Vlog 不是小孩拍了吗，啊，我再出一个差不多的多没意思啊，对吧，我给你看完了。吃晚饭可以大家一起吃个晚饭啥的对吧，因为我要是有什么直播小饭桌我是在家直播，那他俩都在，那我们就等于说一样的。吃月饼，那一定要吃月饼，我非常喜欢吃月饼。大家也在问我，你 rap 会不会唱啊？这件事情，说实话，我也不是说非常专业的，我也是略懂，所以没敢献丑。啊，之后如果是，我看看吧，到时候如果有的歌需要到 rap， 我还是会请专业老师稍微帮我一下，看看能不能唱 rap， 啊，满足一下你们的好奇心。但我确实不是什么专业的 rapper， 还好。其实我写过很多小的 demo， 对，我最近也在为了写歌找灵感，然后也听了很多以前我写的这种小样小 demo。 以前我确实发现觉得情歌应该是不是最难写的，就觉得应该是比较容易写的啊，大家一把吉他一把钢琴就可以写出一些比较好的旋律，但是后面越写会觉得情歌其实特别难写，我有时候写的时候情绪一旦进去了我反而不会想写，因为写出来的东西太重了，就太过了我觉得，所以我觉得我真的觉得情歌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，但还是一个过程吧，以后情歌看吧，我也没有说一定说定了什么样风格的歌，就看我写的那个过程中我当下的感受，或者是我那段时间经历的发生的事情。我觉得我很多时候都会以第一想法或第一视角出发，是因为
我感受到的东西，它是最真实的。我第一时间把它写出来，可能就是热腾腾的，而不是经过我很多东西，有时候不需要说深思熟虑很多，它可能会变掉。你想太多反而会变掉。我觉得就是跟初心一样，我想到什么，我的第一出发点是什么，我就写第一出发点的东西。然后大家有在问哈，梦岛的这个舞蹈版，舞蹈舞士的版本什么时候出呢？据我所知哈，应该是9月2号，对，暂定应该是9月2号。然后呢，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，应该是滑地滑倒倒了，确实编得挺好，然后也拍得挺好，对。反正这个惊喜嘛，这首歌的惊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啊，一点一点的，一点一点的，每天都在跟进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来给您看到。然后我唯一想说的事情就是舞蹈四版本的，你们确实可以狠狠的期待一下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很多人都说要过年啊，就是这几天跟过年一样。什么意思？是意思是很热闹，觉得很开心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好，因为过年最快乐啊！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搞半天没搞懂，我说怎么，我说没过年，为什么天天说过年呢？嗯，啊，我们华帝。我们滑地滑倒哈，田书成还是得到了很多创弟弟的认可的啊。我听说很多弟弟都有去找他啊，编舞啊，跟他一起跳舞啊啊，所以还是认可的。我对滑地还是非常的认可的。我的歌。啊，有人说我的歌上榜了是吧？对，感谢你们，谢谢你们让我这首歌让更多人看到，确实不容易。有人说我跳舞好看啊，我跳舞好看不一定跳得好，会点花拳绣腿。跳舞呢，我觉得还是一种啊，我所有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感受了。对，我跳舞的时候跟我记得我从刚开始跳舞就是跟着滑稽学的，现在最后还是跟着滑稽学，有始有终，有始有终，对。很多人说啊，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评论啊什么的啊？不是啊，因为我边走路边看路边跟你们聊天，我没看到手机啊。我消化一下，我今天狠狠的吃了一顿晚饭，确实是有点撑了。吃了一些，吃了排骨，喝了汤。还吃了鱼，还有白菜，还有小炒肉，还有一个小鱿鱼，哇，吃的挺好，特别好。多吃一点多好呀，对吧？今天非常开心，所以多吃了很多。是吗？也没想管着要控制体重，吃。吃就完事儿啊，开开心心。啊，确实有这样的苦恼哈，也不是我愿意受的，但是上镜嘛，哎呦，确实有点难。你现实中很瘦，你上镜不一定瘦啊，这个是困扰我多年的问题。你要是在。平常中看起来你是一个啊不胖不瘦的人，或者是正常的人，啊你上镜绝对是胖的。你在平常中是看起来是一个很瘦的人，你上镜可能刚刚好。
什么时候上镜可以，我正常看起来什么样，我上镜也是什么样的就好了，那我就不用这么时刻要求我自己。其实很多人上镜刚刚好，但其实他们现实中都很瘦的，这个我确实是知道的。好了，我看到他们本人的时候确实挺瘦。我上镜还瘦啊，我现在上镜就正常吧，别胖就好，我就很害怕。你们也看过以前视频啊，以前我那个时候对自己要求还没有这么高哈、啊。那时候胖胖的，也挺好玩的。现在不像之前了，现在是得对自己有点要求。小时候肥都不懂的，现在还是得有点要求。胖胖的有点可爱，等我真胖了，你们就不会觉得我可爱了。那你看这个小鱼啊，最近不太控制自己哈。吃太多了哈，以后考虑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啊，英子们啊，以后考虑一下，以后我们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合作一下的哈。是说能不能在我团队里工作哈？哎，我劝你们还是别哎，对，为了保护你们还是别来。我们就默默的哈，希望以后我们都能以工作的方式见面，对吧？希望你们变得更好，希望能力更强啊，多衬托衬托我。人家都是提高的事。你们可能不知道，我对我的工作人员还是蛮好的。对，大家要求挺高的时候，你们可能见到我就觉得啊，小鱼好好，小鱼怎么样？那其实我也是一个有脾气的，我看我这脾气比较少，我还是会有嘛，有时候对吧？为了有更高的要求，有些该吵的架还是得吵。你们真的是还想看我发火的样子。奶凶一样。凶一个看。哎呦，我发现你们这种受虐型的。哎呦。我真服了你们了，真的是。快给我凶一下。不可以啊，这样子不好的啊。你们要是以后你们爸爸妈妈骂你们的时候，你们能用这样的心态看我，像看你爸爸妈妈一样，那说不定你跟你们爸爸妈妈的感情一定非常好，是吧？来，爸，多骂我几句，不够多骂几句啊！要是我小时候能理解你们这种心态就好了。那我现在跟我爸爸妈妈感情，一回家就说来骂我几句。好，来吗？我给你背一遍《弟子规》，对吧？检查一下，为什么啊？背错了一个，没事，背错你骂我吧，来几句，可能我就记住了。啊，但我爸爸妈妈确实小时候，从小到大确实没打过我们几个，以鼓励式方式教育啊，这个我非常佩服我爸爸妈妈啊。要是我，哎，很难说。爸爸妈妈太好了，真的确实太好了。好了哈，今天惊喜只是给你们说了哈，那种未知的惊喜啊，就不要太期待哈，等一切尘埃落定了之后再期待，好吧？然后当做什么都没听到，
小老师应该不在啊，啊，当时怎么这么听到啊？乖乖的，乖乖的，等一下睡觉的时候偷偷笑一下就行了啊。然后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得上了，我得往回家走了啊，对吧？啊，没听清啊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我就特别喜欢这一件事，太棒了！哇，脑子转的也快，聪明啊，特别聪明，我喜欢。以后我们多打配合战啊！呵呵，好了，那我下了哈，记得，然后下播完之后，我就去把私房歌单给发出来。啊，这首歌是一首非常不是那么伤感的歌了。还是比较开心的，哇，拜拜，晚安喽，今天还要好梦哦。